三樣香港美食：米線、車仔麵、魚蛋、燒賣。廣東人唔好意思，台灣啩？台灣可能安全啲啩？如果真的要拍拖嘅話，揀台灣女仔。係廣東歌，雖然我自己中意，但係我覺得我是香港的歌手，唱好廣東歌啊，呢個係必須要做到的事。Eden 搞笑啲 ，Eden Jeremy 做家務，哇！新人獎啦，梗係，即係我同 Eden 都有共識，就我同佢都未有呢個實力攞個獎嘅，即係我最喜愛嘅大佬。咁但係新人，我覺得佢哋有機會。哇！一個阿 J 啩，佢有冠軍歌啊嘛，好難得呢件事。花姐。阿媽、阿爸就冇啦，唔好意思。寶姐，寶姐，就咩咯？台灣嘅車輪餅咯，外觀好睇又好食，好似有 MV 咁樣。外觀 MV 都好睇，歌我覺得都好聽。愛情簽證申請，希望大家多支持。我和你就似遊客和美景，看著你，如我無法被叫醒，如何？